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李氏大祠堂的中堂啊，里面还是非常热闹的。原来今天我们运气真好，恰好有一支来自于广东的李氏后裔前来祭拜这个李氏的大宗祠啊，哇，还是非常多人。待会呢，这个李氏后裔这个团队会进行一个祭拜仪式，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我来到了这个李氏大宗祠的后堂，在这个后堂的中间的上方呢，写了一个存续堂的字匾，在这个字匾的下方写的就是他们这个李氏宗祠后人的神位，也就是牌位。在这个牌位的前面呢，有一块石雕像啊，上面写的就是闽越的始祖李火德的画像啊，非常的慈祥和蔼，也是我们整个福建和广东公认的一个李氏的始祖李火德啊。那现在呢，整个李火德的后裔呢也是规模非常的庞大，那今天我们有幸看到其中的一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后裔前来祭拜的一个情况，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来祭拜他们共同的祖先李火德。我们今天过来探访这个李氏大宗祠呢，恰好碰到一支李氏的后裔前来这个宗祠来祭拜，那么我后面就是他们祭拜的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左祭长这位，李祭长这位，这是长这位，我的大公武大国陈大国与列子列宗前来祭拜，祭司长李金祥、扎金祥、三金祥、上祥。